山里村应该就在前面。你们看，好像有火光耶！乌干米了，咕咕了。啊，他们在说什么？他们讲的是当地的土语，让我来跟他们沟通看看啊。啊，嘎哇，哇咕咕，我拉咕，嘎嘎落，嘎哇嘎嘎哇嘎。他们在跟我们打招呼了。噜噜咕拉咕啾。乌拉。乌拉拉。乌拉拉拉。哎，他们好像生气了，说要把我们都抓起来。啊，你到底是怎么跟他们沟通的？我要一个的照片，为了保护北极的和平。哎，真麻烦。山里，你们乌干米啊啊啊！我他们我哎啊！舍我其谁，一个打十个！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，我会加油的。可以找别人吗？Thank you.
米朱达。啊，是波波可大巫师，那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大巫师，他明明只是个小鬼。哎，别看他的外形像个孩子，他的岁数恐怕比你我都还来得大。哎，你们这几个没礼貌的家伙，别随便在老人家面前谈论年纪呀、啊，嘎噜。波波可大巫师，咱们也算有段时间没见面了。哼，你这个麻烦精，族里正在进行巨灵试炼仪式的准备工作，没时间跟你玩，快滚吧，嘎噜。嗯，你们又是谁？大巫师您好，我们来自瓦尔克利王国，我叫明雅，请多指教。瓦尔克利，那个喜欢挑起纷争的国家吗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，快回去吧，嘎噜。他们是我找来可以打败巨灵的勇士哦，这次是专程要来挑战的。嗯，你说你带来了可以打败巨灵的勇士，嘎噜。刚刚看你们与我族战士之间的交手，的确是颇有架势。但巨灵的实力可远远不止如此。请问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于巨灵的事情？我们这里有一处巨石环绕的圣地，在很久以前，我族先人便认为里头具有一种神圣之气，而巨灵就是借由这股神圣之气孕育而生。在我族历史中，从未有人能够活着从圣地回来，但我们始终相信能与巨灵搏斗是一种至高荣耀，所以每隔一段时间，族里就会选拔出几位勇士到圣地里向巨灵挑战。不过从来没有外族人要求挑战巨灵，你们如果想要一试，就必须向祖灵请示，嘎噜。祖灵？没错，想挑战巨灵的话就随我来，嘎噜。我将向祖灵请示，倘若祖灵有所回应，你们就可以进入圣地挑战。你们看，你们的祖灵有回应了，他一定是赞同要让我们进入圣地里挑战传说中的巨灵。哇，想不到这么神奇。哼，身为一名炼金士，随身带个几瓶助燃剂也是理所当然的嘛。你这么做未免也太冒险了吧。反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大地之石的下落嘛，不冒点险怎么行呢？你认为他们所说的巨灵跟大地之石有关？这个嘛，我想到时候就会知道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该出发前往圣地了。咪咪咪啦，咪咪咪啦。他好像是在说有件紧急的事情，好像是什么人有危险。他最要好的大姐姐塔塔莎不久前独自闯进圣地里挑战巨灵了，嘎噜。他原本就是这一次的挑战者之一，或许是因为不想输给擅自跑来缴获的外来者吧。可是他只有一个人。山立族向来只厌恶怯战之人，如果塔塔莎在这一次挑战中牺牲了，那也是他的选择，嘎噜。如果是这样，大巫师应该不需要特地前来告诉我们吧。各位，我们走吧。嘟噜噜嘟噜
对，这丫头也想救她的同伴呢。一起来吧，多多利。普救命！当啷！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该不会就是山里村民所说的巨灵吧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我感觉这是一股古老又坚定的力量，并且正一直呼叽叽呀呀，叽叽呀呀。别担心，我们一定会救出你的同伴的。乌米，乌米达，巨灵要现身了。可以找别人吗？
难道那就是女神圣物？我感觉到的那股沉静的力量，似乎就是源自于她。圣物的传说果然是真的，真是叫人太激动了。也许真的能收集齐所有的女神圣物呢。到时候如果把它们全都卖掉的话，不，怎么可能卖掉呢？那可是身为一名炼金师所梦寐以求的传说之物呢。喂，星梦，那东西就是你说的什么大地之石吗？哦，呵呵，就我的研究，从石头的外观和色泽来看，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吧。哼，讨厌的家伙，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如果要再找出其他的圣物，恐怕还得继续依赖他们呢。星马呀，星马，你可真是有够坏的呢。那么大地之石就交给克贝尔，大地之石就交给你来保管吧。嗯，我会好好保管的。对，就交给克菲尔保管最适当了。